伊嘅伊维达今日咧过咗海啊，竟然去咗海港城。一入到去咧，就见到有一堆嘅呢啲相啦，系啦，就系、是、有一个相嘅 exhibition 啦。今次咧就系 Shiseido 同埋奥比斯 crossover 嘅一个 event 嚟嘅，咁啊极有意义，所以咧我就嚟咗啦。系 Shiseido Ultimate 呢一个 line 咧，就出咗个 Ultimate Eye Power Infusing Eye Concentrate。其实佢之前咧嗰一支搽面嘅 serum 咧系极度好用嘅，咁所以今次听到出咗眼呢一个 serum 咧，就即刻飙过嚟睇下发生咩事啦。咁我嚟到咧，劲多人啦、啊，跟住望上去咧，有劲多人望落嚟啦。究竟系咩事呢？平时去嗰啲event 都唔系咁样样噶、哦。后来发现哦，原来今晚呢个 session 咧系有好多明星喺度嘅。Hello，Hello， 诶，今日喺度做乜嘢咧？今日系嚟呢个 Shiseido 嘅一个 event 啦，系 Apple of Eyes， 系啦，新出咗一个眼嘅 serum 啊，一阵间再影啦。嗱，啱啱撞到呢个就真系 friend 嚟嘅，咁跟住以下呢啲影呢啲张新月啊嗰啲，当然唔系我个 friend 啦。系啦，咁但系我比较有兴趣嘅其实系呢啲啊，叔叔都有兴趣识货。其实影明星咧，不嬲都唔系我嘅兴趣嚟嘅。咁但系既然都嚟到咯，咁又想即系大家去感受一下今晚呢个 event， 咁就唉好啦，影啲啦。诶，余安安同埋一阵间嘅钟楚红系真心集邮噶吓。今日嚟到有 Shiseido Ultimate Apple of Your Eyes 守护最珍贵慈善摄影展嘅揭幕礼。喺我哋今日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其实我都有个问题想问下现场咁多位朋友。咁啊，呢个问题其实咧亦都系我哋今晚嘅主题嚟嘅。究竟你想守护最珍贵嘅会系乜嘢嘢咧？我要守护电车。Hello Kelly， 欢迎晒。嗱，讲到 Kelly 咧。你絕對是眼睛咧，係可以話好 iconic 嘅，從來你都係一個炯炯有神嘅代表嚟嘅。今日呢個活動咧就係同我哋嘅眼咧係有非常之大關係啦。咁啊，頭先平時 Kelly 點樣去保護你嘅雙眼呢？平時啊，我諗最緊要首先夠瞓先啦。咁同埋我都會中意飲下一啲杞子、菊花、龍眼浸水嚟明目嘅。好補啊！真係。係得㗎。咁同埋會食啲生果，就盡量揀啲藍莓嚟食啦。咁當然護膚好緊要啦，因為呢啲細紋咧，其實都要撫平下，咁咪會用一啲有滋潤度比較高嘅。Hi Kerry， 安仔歡迎曬。哇，今日你哋好襯啊啲衣著，好夾啊嗱。兩位上到嚟啦，都要先分享咧、就是，究竟你哋最守護嘅咧？我喺個 exhibition 嗰邊我望到嘅，其實都係同你哋好密切嘅，係親人嚟嘅。咁啊，點解你哋會有咁嘅選擇呢？好。我自己其實屋企裏邊咧有個細佬，有個妹妹嘅。咁我妹咧就細我12年，就都幾多下嘅傷噶。咁變咗咧，我好似由細到大都好似有個使命感，一定要照顧佢。係啊，一定要保護佢。細佬就唔使保護啦。細佬自己男仔可以照顧自己。我就是我家裡的我的成員，即是我家裡的。他預備不同的你的成員是吧？是的，就是我家裡的狗Lucky。因為我覺得我跟他一起我覺得很開心，很多愉快的日子。即我見到最得意的就是我要守護的就是一個 loyalty。哇，紅姑，如果給你選擇，你最想守護的會是什麼呢？我最希望就是守護我們的大自然。天俾我哋嘅一草一木啊，同埋大自然嘅小動物，因為我覺得我哋人類真係太貪心啦，過度嘅發展啊，同埋大量砍伐好多樹林，咁令到好多小動物佢哋少咗好多棲息嘅地方，而絕種啊，或者係越嚟越少啦佢哋嘅數量，因為佢哋都冇地方去棲息啊。即係我希望可以啲人發展之餘。可以同啲動物和平共處，珍惜我哋而家現有嘅同埋大自然俾我哋嘅一切咯。其實今日呢個 event 咧有三個 session 嘅，咁聽講晏晝即係頭嗰兩個 session 咧都係俾啲 beauty blogger 啊、beauty editor 佢哋去參與噶啦。咁佢哋就有皮膚測試喎、哦，見到。不過今晚呢個 session 咧就可能太多人嘅關係咧就冇啦。咁但係都有 product 喺度俾你試嘅。咁所以咧我就即刻標咗過嚟啦。即係開得嚟試嘅。開得。得我唔知幾耐就講完。
係 cream 嘅。係啦，其實佢係提升你眼部嗰個免疫力，等你搽妝容易吸收咯，冇咁容易會係溶妝啊、乾燥啊咁樣。嗯，佢專係針對眼部嘅啲粉末嘅問題啦。除了 Eye Serum 吸引之外，在場最吸引的就是這個角落，因為可以拍你自己的 Apple of Your Eye 的相片。他們剛剛 set up 好，我就在等著拿了個 number， 過程是十分之快的，坐在這裡讓他拍一張正面相，然後再拍一張右眼的近鏡，這樣就搞定了。今天我查這個 mascara 有點厲害，不知道拍出來什麼樣子，要遲些才會收到咯。哎呀，攞咗禮物，我都估到禮物裏面係咩噶啦。咁而家咧就趕住翻呢個 BBM 教曼陀羅，教完之後再同你哋繼續慢慢傾啦。Hello， 我喺鋪頭啦。咁咧啱啱上完堂啊，其實頭先咧去咗尖沙咀啦，咁跟住就翻咗嚟啦。咁同大家咧睇下我攞咗啲咩翻嚟。咁咧有呢個 Apple of Your Eye 嘅一個 Lie 頁。咁咧入邊咧就有今次佢哋拍了的人，譬如有陳慧琳、鐘楚紅、他們的照片，還有他們眼裡面 Apple of 他們的 eye 究竟是什麼呢，這樣除了有這一堆照片之外呢，當然有介紹他們今次兩支精華啦。面那支精華呢上次真的很好用，所以今次很 happy 呢就他出這個眼的精華，首創全球首瓶肌膚免疫力提升精華。這些精華呢短短在幾個月全球銷量已經破100萬瓶了，拿了60多個美容獎項，18秒就賣出了一瓶了，哇好誇張。但我剛才在場跟其他女仔聊天，她們都是說哇好用好好用。是啦，因為它不是普通的精華，它是關於你的皮膚的免疫力，即是它令到你的皮膚更加強壯，可以抵抗尤其是香港這些這麼差的空氣、環境，在這種這麼被污染的環境之下生長，我們是很需要有這一款的精華的。這個就是我想讀的位置了， Apple of your eye 守護最珍貴慈善攝影展，就由8月21日至23日而已，好快就完㗎啦。咁地點就係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大堂二及走廊。咁其實你一入海港城咧，你就會見到啊，因為佢嘅範圍都幾大嘅。跟住展覽時間咧就係上午嘅10點至到晚上嘅10點。你也有你想守護的人和事，與我們分享你嘅 Apple of Your Eye 守護最珍貴。由即日起至到9月30日咧，雪 Sado 就會為每一張上傳到社交媒體的 Apple of Your Eye 守護最珍貴相片捐贈10元給奧比斯的。是的，今次這個活動就是跟奧比斯 crossover 的。如果你都有一些你覺得很珍貴的東西，譬如我平時競影的 Kim Kim 和 Koey， 是的，那你就可以 hashtag 他們 hashtag Shiseido hashtag Ultimune hashtag Apple of Your Eye hashtag 這三樣東西，他就會捐10元給奧比斯的了。大家瘋狂地 hashtag Apple of your eye 究竟是什麼呢？我剛才呢我們一直等的時候在那裡聊，跟著我其實可不可以放些錢在眼睛上我的金錢倒啊有沒有看 Inside Out 啊？是啦，沒有啊，我最後呢我拍了那個照片，我是選了放塔羅牌的，因為Kim 和 Koey 都很重要，但是塔羅牌是我其中一個人生使命，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的意義更加重大。那我走的時候呢就得到了這盒東西啦，這盒東西裡面呢就有大家都說很好用的這支幫你增強免疫力的精華啦，還有它新出的幫你眼部增強免疫力的精華，可以幫你減淡細紋和黑眼圈的 I need this。 是啦，那搽完這個呢都要搽眼霜的，不要以為搽完個精華就算，它是可以幫你的眼霜更加吸收的，所以呢我今晚就有得 try 這個啦。好啦，希望大家喜歡今次這個快快的 vlog 啦，因為要立刻出啦，因為那個展覽只是擺幾日這樣，是啊，還有大家真的瘋狂地 hashtag 去捐些錢給奧比斯啦。好啦，有些什麼就留言，我們下次再見，可能下條片就是明天了，拜。